two, one 侧面的 one two 侧面。画面上是视障朋友首次挑战国标舞，能够在海洋广场展现出自己的才艺，让视障朋友相当快乐。而这国标舞我们练了半年的时间，练了半年的时间，然后这样子跳森巴舞这样子，对，就是我以前也没想到视障朋友可以跳国标，然后到现在才知道原来视障朋友有这么多可以完成的不可能，真的觉得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来跟所有的视障朋友群体一起来，大家共襄盛举，来同欢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氛围很温馨，然后也很贴心的提供这种按摩的服务，对，然后每个活动都还蛮，就是每个关主都还蛮可爱的，然后对，所以就是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还蛮有趣的这样。这个盲人万花筒活动由启明关怀弱势协会和盲人福利协进会共同举办，议长童子伟也亲自来到现场体验视障朋友提供的按摩服务，现场的气氛让他很感动。启明关怀协会举办这个盲人万花筒这个活动，所以我刚刚也主动让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来帮我按摩，我觉得我今天刚刚来参加很感动，因为听到他们的表演，然后有音乐表演，有萨克斯风等等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专属的特色，我想上帝是公平的，他们也很有天分，那我觉得我们城市应该要给他们机会，或是我们城市应该要制造一个好的环境，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边生活，不管是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像我们今天的启明好朋友，我想我们应该要做好基础建设，除了基础建设以外，我想我们社会应该要多一点的关心。我也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有办法听到这么美好的打击乐，刚刚看着大家的身体跟节奏，我都觉得超级无敌棒的，你们一定练了非常久，所以希望接下来醒之有机会，如果一旦进入到国会成为大家的公仆，我们一定会在身心障碍这个议题以及弱势者在台湾怎么样能够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件事情一起努力跟打拼。盲人万花筒这一届是第五届，那我们邀请视障朋友来这边表现他的才艺，除了唱歌跳舞，还有一些他们的其他生活技能，比如说算命、三 C 产品，去了解他的怎么样的使用，还有一些手冲咖啡啦，然后还有最厉害的按摩，那这些东西都来让大家知道说，视障朋友虽然他们有障碍，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地方是比我们厉害或者是更好的地方，那欢迎大家有空也可以到看到视障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照顾他们，也让我们视障朋友走出来。今天我非常开心，所有的与会视障朋友也好，工作伙伴也好，我们在最少的经费完成一个最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感觉到温暖，也感觉到快乐。透过这个盲人万花筒活动，主办单位鼓励视障者走入人群与民众互动，也期盼社会大众给视障朋友更多的鼓励与关怀。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